那我们看你今天准备唱什么歌呢？这边来镇压一下各方。哇，这个呀，一定是，我不敢说，但是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话，说那个时候曾经，那个叫全国都很熟悉的那首歌，还蛮熟悉。哎呦，对嘛，一讲就知道了，所以不唱不行，摘下满天星。然后就是我们知道最近哈，就是电视上面有很多盛行皇帝风嘛，然后就是这种，我们知道最早您也演过很多就是很出名的皇帝嘛，您现在看这种宫廷戏又再一次的这种炒热，有什么样的因为这种呢，好像没有注册，没有登记的哈，要不然我是先登记就他们要演皇上了，先跟我保个备啊。那现在没有啊，那大家都好，那各有各的方法演出，很好啊。现在很多这些戏都很受欢迎，就说不一定要跟以前我演的那个时候的乾隆呢是比较戏说一点的，那现在他有各方面的各种形式的皇帝，大家都接受，那就说很好啊，这个表现很好。